你们还有几条吗？我知道你没子弹了，给我追！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？我们是保密局的，你们是哪儿的？我们是六十七师的。别开枪！我们是保密局的，你们都瞎了狗眼了是不是？误会，误会！哎，混蛋你！你们头是谁？徐一鸣，徐副官，把徐一鸣给我叫来。是。 参谋吧，哦，叶老板，执勤呢？哦，哎，刚才我听说程万、共党和咱们交起火来了，你刚才没碰上吧？没有啊，哪儿呢？啊？没事，我只是听说，过去吧。啊，哎，放行，回见啊。什么？是徐一鸣动的手？没错，我亲眼所见。 我怀疑上次老袁也是他出卖的，可是他又冒着危险去救老人。还有，电台为什么安然无恙拿回来了？我实在想不明白。
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？你怀疑徐一鸣？可是，叶生，我觉得咱们都得冷静一下，好好分析分析这件事。吴七人来江都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针对咱们金庭槐小组。如果徐一鸣要动手的话，他为什么不早动手？我认为，他对宋电台的同志开枪，说不定里面是有隐情的。 怎么样？发生意外了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我们有个同志牺牲了。哎，那伍子玉没运进来啊？我没听说康清风查到什么东西啊。运进来了。那就好。你一个人要小心呐。嗯，我会的。 我走了。物资的安全进程让吴启仁产生了巨大的疑问。哎，刚才我听说城外共党和咱们打起来了，你刚才没碰上吧？没有啊，没事了，我只是听说。你过去吧。哎，放行，放行，回见啊。哎，嗯，回见。 于是，开车进城的叶生闯入了吴启仁的视线。说，为什么不按照我的计划行事？啊，为什么？你这么做坏了我的大事，你知道吗？你信不信我现在要宰了你？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在城内抓捕共党吗？啊？知道我为什么让你把抓捕的共党交给江明忠吗？ 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告诉你啊，如果你把抓捕的共党交给江明忠，我就能很轻易的接触到江明忠，这样，我就能很快的找到金庭槐组织的最高领导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我知道。康乾文，你听着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成不了大事吗？啊？就是因为你一直小肚鸡肠，你能活到现在，你走运，你知道吗？啊？ 我下次再也不敢了，这次你就饶了我吧。告诉我，你见到徐一鸣的时候，他在干什么？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好把那个送货的人给打死了。送的什么货？你看见了吗？我们都没找着啊。那我现在告诉你，很有可能是电台。 从现在开始排查所有出现在江都的可疑电台信号，知道吗？是是是是，明白吗？是是是是。江师长。 这件事是不是你指使徐一鸣这么干的？不问青红皂白，上来就打，我又死了几个弟兄。这些事你必须给我解释清楚，否则的话，我们没完。作为江都的城防部队，我们接到报案，说有不明身份的人在城外进行火并，徐副官带人过去，没有什么不应该的吧？ 只是我没有想到是你们保密局在抓共产党，啊，这是一场误会啊！哼，康站长，误会了，误会。啊，不过康站长，你们保密局以后再有这么大的行动，啊，细节可以不告诉我，但是大概的行动得通告我一下吧。比如说你们在什么地方开火，我也好处理嘛。 免得以后再发生误会。嗯嗯，告诉你不就等于告诉共产党了吗？你说我是共产党？哼，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。不过保密局每次行动都要通报的话，那还算是保密局吗？嗯。
江市长，我看这件事没那么简单，你必须让徐副官给我解释一下。好了，不说了，啊！我说了，这是一场误会，你要是再纠缠不休，那就是诚心找茬了。老张究竟是怎么死的？他为了掩护我不被暴露。老张，什么？老徐，怎么是你？康清风已经派人过来了，我怕出事。徐副官，老张，快跟我走，要不然来不及了。快走！不行，我要走了，你就没法脱身了。我大不了跟敌人同归于尽。快走！不行，徐副官，现在只有一个办法，你把我打死才能脱身的。老张，没时间了，快跟我走！我自己都不敢相信，我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同志。如果不是一鸣，那我实在想不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。运送电台这件事情，只有我们三个人知道。如果不是徐一鸣的话，就只剩下你和我了。邓凯知道多少？洗手池背面有份名单，是六十七师能策动的人。对了，二团的那个张团长不好对付，你得小心。是吗？我知道了。这次行动，邓凯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只跟他说，见到有蓝色标志的车放行。那到底是什么货？他知道吗？不应该说的，我不会跟他说。邓凯只知道要接一辆车进城，其他的一名都没有告诉他。保密局那边，我从康清风那儿也侧面打听了，他们这次还真的是接到了南京方面的密电，才有了这次的行动。这下你肯放心了。这次意外不是一鸣和邓凯造成的。站长，这次咱们死了那么多弟兄，就这么算了？江明忠这个王八蛋，我看他有通共的嫌疑。站长，咱现在也没证据，也没法办他呀。什么？没证据不会去找啊？你们这些人成天吃喝玩乐的，能不能干点正事儿？站长，你先消消火。我觉得吧，可不可以利用那个江一真来制约江明忠？什么意思？那个江一真，自打他回来以后，他天天跟那个叶生在一块儿，偷偷的运烟毒，而且自己还抽什么？江少爷，江少爷。钱都备足了吧？老规矩，真金白银概不赊欠。您放心。
小少爷，慢走啊！现在我们的部队正在江北集结，为渡江做最后的准备。目前急需药品和医疗设备，这个任务就由你负责。 最近保密局对来往江都的货物盘查的很严，估计会有很多麻烦。你不是能力强吗？嗯，我又没说完成不了。但能不能这样，再借用一下江一真的关系，让他来出面？江一真，好，就这么定了。 江都防御工事，建筑材料，多大的买卖啊！我爹说给你就给你了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我爹亲生的。哎，这不胳膊肘往外拐吗？这不是？哎，你这么大的买卖都攥手里了，你还让我来干嘛呀？气我！你自己跟家偷着乐不就完了吗？我说你有脑子没脑子呀？坐下，坐下。 我说你真是没脑子你不想想，那么大笔生意，你们家老爷子不给别人，给了你，不怕别人说闲话呀？倒也是啊。哎，那你的意思是，那给了我就跟你没关系了？你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做？ 那当然想了，这挣钱的事儿，那不就得了吗？我就知道这事儿，你不能忘了我。哎，等会儿，那你说这建筑材料肯定挣不少钱吧？那到时候怎么分呢？你想怎么分？嗯，我老规矩，整吗？ 行，我可跟你说啊，江市长特意嘱咐啊，这可不是一般的买卖，事关重大，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。你放心，啊，这事儿我就跟着你干，我都听你的，那不行吗？往后啊，别让太多人知道这事儿。那当然了，我在明，你在暗。 省得给老爷子添麻烦，我知道了。我就知道这事儿，你不能忘了我。来车检查，查什么查？没看见这是江少爷的车，放心。是。站住！站住！走吧。 哎，小心点，小心点啊！哎哎哎，放那边，放那边！哎，来，这个，哎，轻点，轻点啊！哎呀，你们小心点啊！站住，站住！放这儿去。对，就他们。哎，好，别走，把东西放下。哎，啊！哎呦，刘队长，是什么事儿？麻烦您大驾光临呐！我们接到消息，说你们这批货里有违禁品。违禁品？ 大家给我搜！是。哎，不，不是，我刘队长。哎，你们他娘干什么呢？刘队长，这些货都是我爹让我帮着运的建筑材料。江少爷。 我这也是例行公事，这上面交代的任务，我要是不查呢，我就没干了。江少爷还是理解我的工作，我也没办法啊。不行，你这说检查就检查，你当我是什么？那就对不起了，江少爷，我今儿就得罪了。这些货我必须查。大家给我仔仔细细的搜。是。行，刘喜才，我告诉你，这事我跟你没完。
老秦，马上出发，半路上把这批货截下来，然后把药材运到小船上，一定不要让药材出现在码头上。难道码头不安全啊？军用物资也会有人查。哎，你不都已经安排好了吗？虽然我已经打点过了，但是康清风这个人我了解，他跟江明忠一直有矛盾，他万一要查这批货呢？这批货还是太招摇了，还是小心点吧。去吧。好。全都搜过了，没搜到。没有。那行了，江少爷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得罪了啊？走。徐副官，哎，哟，叶老板，亲自来押货啊？都运了什么东西啊？修工事的钢筋水泥，江市长给派的差事，可不敢大意了。哎呀，这年头干什么都不容易啊！啊，放行。什么？船上什么都没有。是啊，站长，什么都没有，都是一些修桥用的建筑材料。难道我的分析出现了错误？哎，站长，会不会是谁走漏了风声？不会吧，这件事只有你我两个人知道。康清风。江市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修桥的物资也是你们保密局要检查的违禁物资吗？哎呀，江市长，这次真的不好意思，我们是接到上面的命令才行动的。上面的命令啊？我看是你诚心的。我跟你说啊，有什么事你明着来，不要背后捅刀子。江市长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要不你可以问南京方面吗？这件事我要查出来是你在故弄玄虚，我跟你没完。走。站长，这个江明忠欺人太甚了吧？刘喜才，以后江一真再出什么事儿，我们就让朱辉去，让江明忠与吴其仁之间发生矛盾，只要他们两边打起来，哼，我们就可以渔翁得利。嗯，站长，高，实在是高。整个江东是个人就知道，康清风还有江明忠两个人不和，我们只有利用这个不和，才能有利于我们的行动啊。吴先生，那么我们下一步怎么办？祥生洋行的叶生很可疑，这次共党东西能够进城，只有通过汽车。而那天，叶生开着汽车进城了。吴先生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刘喜才跟我说，叶生有个妹妹，在江都大学，就算不是共产党，也是个积极分子。叶生有个妹妹，叫什么？叶兰。你们最近是怎么了？怎么不理我呀？不是不理你，是不敢理你。要是万一被你哥知道了，说不定又要向保密局的人通风报信了。我哥那是为了做生意，他又不是特务，你们别误会他。这个可真不敢说，万一你是你哥派来的眼线呢？我发誓，我哥哥他真的不是坏人。
兰兰，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？你干嘛去了？我的事不用你管。你怎么说话呢？站住！啊！怎么了？这是？是不是学校里头谁欺负你了？啊？没有。那是怎么了？哥，你以后能不能不和那些保密局的特务他们混在一起啊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学校的人都怎么看我呀？他们说什么了？他们说你也是特务，说我就是特务的眼线。他们现在都不理我了，你说以后让我在学校怎么做人啊？兰兰，这别人不相信，你还不相信你哥吗？我怎么可能是特务呢？是不是？光我相信你有什么用啊？兰兰，我那都是为了做生意，是吧？我那都是应酬啊。兰兰，兰兰，先生，您找我。你马上去通知一下何一鱼，让他去一趟江都大学，主要是盯住叶生的妹妹叶兰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哎，记住，要暗查。嗯。各位同学，我是你们新来的国文老师，毕姓何，名一鱼。所有最近来到江都的人，名单就是这个。所谓仁者乐山，智者乐水，而智者千虑，必有一鱼，所以我就叫何一鱼了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上课。哎，快点！来了，来了，你慢点儿。都跟不上了。哦，好的。兰兰，你休息一下，我来帮你拿。好，来，站好。别跟着我！我是你哥，我跟着你怎么了？别跟着我，你烦不烦啊？我，你还为我打你的事生气吗？我都没有朋友了，你知道吗？同学们他们都不理我，他们都说我是临阵脱逃的懦夫，你烦不烦？你就是大街上让人看见多不像话呀！你烦不烦？谁说你是懦夫了？啊，哥哥找他去，凭什么这么说我妹妹？对不对？还找人家呢！哟，叶兰也在啊？什么事儿啊？晚上找你喝酒，聊点正事儿。行，去哪儿？老地方见吧，包厢我都订好了。啊！你晚上干嘛去啊？我们去谈点正事儿去。谈什么事儿啊？你天天不回家。我们是去谈点生意上的事儿。那你去哪儿谈啊？去舞厅？去喝酒？有你这么谈生意的？有你这么当哥的吗？我跟你说话呢，不许去学校找我。什么什么？不，兰兰，兰兰，兰兰。我的包子。
哥给点钱吧，没钱吃饭了，给点钱吧。小兄弟，来，这都给你。谢谢谢谢。哎，你帮我个忙，帮我找了个人。哦。应该就在这附近，一个江湖郎中。知道什么是郎中吗？看病的。没错，你找到他以后啊，到这儿来啊，我就在这儿等着你。好，这些都给你，这个我帮你拿着，好吧？去找吧。好。来，去吧。还是把眼镜摘了吧，我看着不习惯。哦，我这不习惯了吗？先生，坐吧。嗯。让你跟着叶生怎么样了？叶生跟江一真在路上见了面，他们约好晚上有事要谈。在哪儿谈？应该在夜总会。夜总会？是这样的，在唐明跟踪叶生之前呢，叶生先去了趟学校，他接叶兰。可是我觉得，在他们兄妹之间好像有点隔阂，这个我还得再调查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隔阂。可能由于叶生跟我党的人走得很近，两个人才在路上争吵。嗯，哎，这个叶兰呢，档案也挺有意思的，他参加了学生运动。可是他们那组织由叶生的关系对他比较排斥，您看，要不然我先跟叶兰接触接触，啊？何一鱼，你目标太大了，不适合贸然行动。这不是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离叶兰远点儿。我知道你的臭毛病，我现在警告你，如果再不改的话，你早晚得死在女人的肚皮上。你们记着，叶生和江一真之间的关系非常可疑的，我们必须要好好查一下。最近在咱们的正面战场上，发现了共军使用来自江都的物资，你们赶紧查查，这些物资是怎么从江都运出去的？从江都往外投运东西，不外乎两条路。没错，除了陆路就是水路。如果从水路运出去的话，那么祥生洋行就是最大的可疑；如果走的是陆路，那么就是江一真运出去的。您是怀疑江一真？没错，不过目前。我们不需要大动干戈，我正在设法打入共产党的内部。
如果他们接纳我，找出金金怀的头号人物，也就易如反掌了。所以目前，共产党那些小鱼小虾，先让他们由着性的折腾，不要惹他们。嗯。小孩在外边偷听，被我抓了。把他放开。你跟我说，你在外边干什么？不关我的事，我在玩。是不是有人让你跟着他？如果你跟我说实话的话，这些钱都给你，有没有人叫你跟着他？嗯，每天出去要饭，辛不辛苦？嗯，去吧。嗯，走吧。为什么来晚了？刘喜才向我交代一项任务，让我晚上执行。可是，任务的具体内容没有说。具体任务内容没说？没说。康清风现在不在局里吧？不在。去哪儿了？好像是去江明忠那儿了。我想知道今天晚上你要执行什么任务。一约，你先走吧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的出现对康兴峰是一个威胁，所以呢，他一定要找一个帮手来帮助他。但整个江都最能够帮助他的，还就是跟他一直不和那个江明忠。江明忠这个人有一个最大的弱点，江一真，没错，就是他那个卖鸦片的儿子。所以康兴峰是想从江一真身上做点手脚。康兴峰是想让我今晚去找江一真的麻烦，没错。然后呢，他又告诉江明忠，是咱们去找江一真的麻烦，然后呢，江明忠就会把咱们当成最大的敌人。那今晚的任务我推掉。你推不掉。那我只能行动失败。思念停留在梦里，像风雨，想留给我带不走的
记忆，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，是浪漫，是逃避，是默默的哭泣。思念停留在梦里，很清晰，想靠近，却在无奈中离去。思念总是停留在雨季，像泪水淋湿我所有记忆。我想问你，有多少欢笑值得你回忆，只为今夜将成为